我足希望，趁我咧做行政院长，若做会到的所在，我一定尽力要屏东好酒啉暗底，毋是徛话无水。但即摆油厂因为天气的关系，所以有咱几种会得病，也有几种会减寿的情形。所以今仔日我是为这个代志来表示大大的关心。咱即摆咱的油厂，咱嘛是要有好绩效，啊，绩效是一项，啊，产量减寿是另外一点。搁一点，咱两年是一项，啊，即摆调病，这准也未下着天然灾害救助的办法。啊，这土地真正包括土的改良、轮作的情形，啊，讲机械讲干一台，趁这个时阵加管，会当安怎样做到？哦，这浪费配备的够，专案补助也是安怎？都即阵时间确实有影天气。都较过去唔捌的，啊，咱来当的办法，我这故乡的乡亲，大家做拍拼，啊，若有受到损伤，那增加负担，啊，咱中央上头的上坡头的部门想看有够啥办法，加甲曝光，互阮只乡亲较欢喜，嘛算鼓励。所以我现定84亿，要互咱做这個。两年的设备，安尼来，咱就袂讲丰收的时阵计少财款啊，啊啊无的时阵是安尼吹冷气，所以就这个点，来当加速啊，予咱地方这个设计会当较紧。所以希望我今日来要看现场，要了解，啊，若阁有需要对呾做较无够的，各位的立委，我呾拢随时会甲指教，啊，我一定甲大家。尽力做工，希望咱屏东台湾尾就是台湾头，对台湾尾拼到台湾头，让台湾人会出头。多谢大家。